你看，你就说口型不能变，一变就变成这个了，那变成这个意思就全变了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说，先说这个是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嗷嗷嗷嗷，然后这个它俩可没有关系了啊，它是哦，所以这俩区别就是这个口型是变的嗷嗷，而且它是短的，你不能嗷不行，嗷嗷短音嗷嗷，然后这个呢是哦，它不一样是吧？哦，比如说我给你换成这个啊，这个。错落的那种感觉，排上的那个就搞清楚，有些字是一样的，但是一排字排上，可能是。
是因为发起的，有高低的，就是他也有，就是他不，他就只有这个高低的，这个他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写的就是你要一定要把它高出来才好看，才是对的，要不然不对。但你要不是这两个字母的，其他的它就是那个一样，取中间，在中间取。但是你看，它有的是上面有，下面升调也在上面，它所以它占四个格，它占四个。就是如果是 A B C D 是一个格的话，那英文那个 tag 最多可以占四个，因为它有上下都有这个元音，然后元音上面还有符号，然后这个还高，所以它占很多比较多。所以你打 tag 的时候呢，比如你打 tag 是四号字了，就很小，可能就很小。所以你要想跟中文 tag 一样大，你们得差四五个那个 size， 四五个。那个大小啊，自己大对字号，对对，那个字号能差四五个，所以那个泰文你要想说写四号了，比如说你说泰文你用的是十八号，你看我泰文用十八号，中文呢可能也大概小三号那样，就是说不对，说反了，我想想啊，对，就是泰文呢，明明已经到了十八了是吧？像我打字我打了十八。达到十八了，跟中文的比才中文的三，就是说泰文的字母很小，为什么小？因为它一个字母占四个，就上下纵占四个格，那它字母就变小，因为它上面还有符号，然后上面还有元音，下面还有，所以那个然后写字母是这样的啊，这样写才对，然后也好看，就是泰国人写字。像我们主任，因为我出考卷的时候，出泰文考卷，他给我检查过，然后他给我改的时候，他改的特别喜欢看，他给我改，因为我教给他是打印好的嘛，他就给我画，然后就让我改一下，就写的可舒展，可漂亮了，高高低低，高低错落的很漂亮，好看。但你这不高出来，就看起来就别扭些，不好看了啊。就这两，只有这两个是高的啊，不，这个是高的不行啊，这个是高的，这两个还特别像，就很容易糊。很容易混啊，这个你看啊，这两个是特别像，这个也是啥？你看这个也是高出来的，这两个反方向嘛，对，方向反的。但你开始的时候会认错也正常，这个开始可能会就把它 O 还是 I 分不清了啊。这两个就是 I， 你就用那个拼了。然后这个呢，这是你自己标在一起，这不难发啊。这两个是一对啊。这两个呢很少用啊，很少用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那个常用的，就是这个啊。我写和大家试一试，你们读出来啊。我的前两啊，你读成“了”啊，“了”，然后他写的时候呢，这样圈儿，然后这样，然后。长下来一定要长啊，这个一定是长下来的，不长的是另外一个了。然后大家读一下这个啊，读上
是像那些它那个短音呢是往上挑的，往上挑，所以它特殊嘛。这一个呢，它就可以单独成一个，它不用跟那个辅音拼，它就然后它本身没有意思。单独没有意思，单独没有意思，要跟另外一个。这个单独也没有意思 ，Lucy 那个，但是很少用。这个最常用的就是这个词，其他你查那个音页的时候就半页，词典上就半页，没几个字儿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大家记住试一下，第一个就是。
I'm I out. 主要是 I'm。那个造物主的造物发音记住是哪个？哪个？那就是后面加一个 out， 就造最后一个造物。这个造。造物跟那个造。啊。你是说跟这个招是吗？对，几乎是一样的吧。跟这个是一样的吗？你觉得发音一样吗？不一样哦。差在哪？一个是口型变化，一个是口型不变化。那是招，看我这样子，招招，这个呢？招招招。加个 M 下来，招招。不是，这个是 A O。招招。它是 O O， 不是 O。这些都是 O。对。这个呢，你看啊，它是招招招，其实招可以，这是没问题的，只是我们拼音没有这个啊，你看就是这个招招，但是它不是招啊，招招招。如果这个呢，这个呢是什么？是招招，是不变的招，这个是招招，那个是招招。你说这个区别这么小，太多人听不出来吧？错了，听得出来，差一点都能听得出来。你说招不招？你要说错透了，招是什么意思啊？招这是屏幕的意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电脑屏幕、手机屏幕、电视屏幕，这是招招啊。但你说招，他绝对听不懂。你要说招，他就不知道这是。所以我们觉得差不多，他们觉得是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，两个事儿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口型不变的时候就不能变，变的时候就得变。好，我们再一起再读一下这一页啊。啊，第一个。
去嘛？拜拜，去吗？拜拜。好，下面就是我们刚才学的，就是北，哎，对，北。黑色，黑色。当，对，你看我们都能读了，当，当。然后这个，当，当，当。这两个呢，你看这是 dam 是黑的，浊音的啊， dam dam 其实是 dam dam 就是送 dam， 听说过吧？送 dam 就是那个用那个色拉那个芒果，对，芒果啊，它不是芒果啊，它是那个木瓜，木瓜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酸辣木瓜丝，酸辣木瓜丝，对，酸辣木瓜丝。用那个木瓜，有的还放点虾，或者放点那个螃蟹、生螃蟹什么的。送当，送当，就这个当，当就是这个倒，倒的意思啊。因为它那个把东西放里边，它要使劲的倒嘛，放在那个酒里边倒啊。送是什么意思啊？送送啊，送酸的，酸的意思，哦，就酸的意思，送。送当，这个是当当，就是当当不一样是吧？刀和刀，当当，高兴。比摘，比摘。刚才我说那个摘梨，有摘梨就是什么？摘梨是善良，是不是？摘梨善良，因为什么呢？泰国人他是那个中心词放前面嘛，摘怎么样啊？摘梨。心怎样心好，所以摘低呢就是善良，低摘呢就是高兴。对，我很低摘，啊低摘，他很摘低，他很善良，这两个意思不一样啊。低摘高兴啊，低摘低摘。嗯，好，然后这个 I 就是咳嗽啊。你去医院，医生问你 I 没？咳嗽吗 ？I 没？你咳嗽吗？
就是把五脏拿走了，对，把五脏拿走了，高高拜。今夜我们都会读，来吧，读啊！第一个是第一摘啊，第一摘。哎，好，我们就每个人读一半啊，怕那个大家读不完啊。然后，专心。
又很认真，这是什么？哦哦，在啊，
学这个拼读啊，所有这些拼读，这一节的拼读会比较多，然后我们连音节什么都有，然后下次来再来继续的。OK， 好，今天到这里吧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